统筹不容易。单纯害怕伤害对方是没有办法让两个人生活过得更好的。是的，有时候成熟的人还是得要做选择。对，我其实前面抱有一丝希望幻想。你那都不是一丝了，你那里说都给我下车。其实是我知道就他们俩不会下车的，但是你在那一刹那你会有一种很自私的想法，是就是他俩能不能再试一试。你虽然你知道那样不好，对他们也不好。